好，接下来欢迎二号杜宝珍带来的《相思爬上心底》，欢迎杜宝珍。杜宝珍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这是很经典的八零年代的那个流行歌曲，但你跳得好性感，谢谢，还蛮好的。而且他说这个叫做复古疗法。没有，这个叫做就医护上面有一种叫另类疗法，然后这个叫我觉得它比较是那种怀旧疗法。要治疗什么呢？没有，它就是只要是刺激对回想以前快乐的事情，然后来肯定它现在的价值。因为有的老人家过久了，日子久了会觉得说啊，我老了没有用啊。杜宝珍，你这些话真的是针对王志平老师。你知道他是我们年纪最大的吗？那先听怀旧疗法志平老师。我觉得今天宝珍的这个眼神稍微有一点点，怎么讲 ？OK， 我不能说你这个呆滞啊，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有点紧张。我觉得像跳这种就是这么这样子唱这样子就是比较欢乐的歌，而且女生你今天穿这么漂亮，我觉得在这个歌上面至少你的眼神最起码吧，你要放电出来。其实表情，因为你要顾唱歌又要顾舞蹈，因为看得出来动作还是蛮生硬的。可是你表情，如果你表情可以再放松一点，其实那一些都又可以带过去了。没有，我觉得宝珍一句话就是，凤飞飞唱的歌是巨星，他是这样，谢谢你。可是我觉得你真的要看到谢谢你那个动作吗？我觉得我觉得凤飞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她非常的自然，她很勇敢，因为她觉得她是 super star， 在这个舞台上你太收了。你觉得你只是一个好像二线、三线的演员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要站出来，你是巨星，自信
就会让这首歌更好听，好吧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在上周《败不复活》最高分的杜宝珍，今天的分数会如何呢？要超过李世成的41.4分，就可以过关。以《败不》第一名重回超偶舞台的杜宝珍，今天的演出能让他顺利过关，还是会救回淘汰区的李世成呢？蔡昌宪聊 Loki 大胆挑战精武门。好，在上周《败不复活》最高分的杜宝珍，今天的分数会如何呢？要超过李世成的41.4分，就可以过关。41.9，恭喜过关，杜宝珍，恭喜。